牛津大学的经济学人所发表的一个研究，所以国际人才你要具备国际移动能力。什么叫国际移动能力？就是你至少要在敢出去踏出你自己的国家，你敢跟其他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工作。那你既然要跟不同国家的人一起工作，你对文化的包容力还有对语言沟通这件事情，你要有基本的这个能力。全球化社会中，英语能力成为国际沟通的必备条件。全球目前有150个国家采用多益考试，台湾有14000多个企业要求职员或面试者出示多益成绩，因此教务发展中心特别于10月8日中午举办多益考试学习成长讲座，邀请 ETS 台湾区代表专案经理林英化小姐介绍多益。你在使用英文在社交场合上面的运用的能力，或者说你在工作职场上面运用英文的能力，以及你在日常生活你旅游旅行吃饭娱乐等等的生活能力，它是考这三个面向的综合，就是说它考。林小姐分析目前国际语言能力要求，介绍多益各种题型，传授考试秘诀及重点，并且让学生现场实际演练。B. No, $50 from each paycheck. C. Every Wednesday this year.会后仍有许多学生留下来请教林小姐，其中新辅系107级黄瑜珍今年即将第一次参与多益考试，她表示此次讲座使她获益良多。林小姐也特别勉励想参与多益考试的学生，希望各位同学能够利用多益测验好好的帮自己充实你的语文能力，然后为自己在人生的第一个履历表上面留下一个精彩的分数。校园记者徐志荣采访报道。